要棍子直，对，走，走，换边。像你这样的时候，你的身体要绕多，绕多它才直。对呀、啊，也行啊，可以啊，走。对了，对。对嘛，所以你要让头也让，头没让得让。对，头长一点的棍子我就被打到。你的头要让啊。你的头要在这边，啪让，让啊！你看头在这边，让啊！棍子这样打。打过来嘛，好像别人的棍子这样打过来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人家棍子这样打过来了，让啊，你看，让啊，要不懂？你不要这样让啊，你这样怎么让啊？要不懂？对，你看棍子从这过了，让，高，你看还是顺的，到这边了，让，啊。让，让不懂，让，啊，你看他可以帮助你，帮你带出身法步法，啊，到这边了，你看，还是你看走腿，所以你要走哪边，你要走这边，贴到腿，贴到身体，你就不会从这走了，懂了吗？你就不会从这走了。你一定是要到这个地方来，所以你的腰跟肩要转够到这里来，到这样不懂啊？你看在这边贴到，你看到这边啊，贴到在这边，这个就正了啊，走，贴到啊。好、oh.